好，我把头发绑一下，让大家看得清楚。好，赶快分享哦！这个背心超特别，而且面料超好。先给大家看弹，所以一样是一路 S 到 L，通通都可以穿。只能说弹，我们家的面料有很多种，但是呢，都一定是帮粉丝选最弹、最好穿的面料。好，这个呢不用太多想法，内衣要穿什么，V 领要怎么办？只要你拥有一件平口内衣，不用担心。这样子 V 领的衣服、平口的衣服要穿什么？好，这一次是帮大家做一个链条的设计，然后这个链条是可以拆掉的，所以你在洗涤的时候，链条是可以拆掉的，好不好？来，我要转身喽，跟大家讲这个后背有多漂亮。后背是这样子，好，只要你有平口内衣，你什么都不用害怕了。我就是穿着190的平口内衣，就可以让你拥有这么漂亮的背。好，它就是做一个 T 字形的感觉。好，如果是想要比较可爱的人，我觉得你可以戴白色。如果你想要比较休闲的人，可以戴可爱的人可以戴粉红色。休闲一点的人，我觉得可以戴白色。它三个颜色穿起来都非常非常的好看。然后我蛮推荐大家买粉的，因为这个粉红色是蛮可爱的。然后链条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可以拆掉的，而且很特别，这边是大勾勾，这边是一个大圈环做的。弓非常非常的细哈，好，然后再来呢，我穿一下黑色给大家看好了，来给大家看一下黑色，黑色呢搭配金链就是比较性感的造型，然后大家看一下后背，后背超美的，黑色就是最瘦，有没有看到腰身？你有看我的腰身了吗？这边 ，Hello，小芳，彩柔。来，有没有看到黑色我的腰？我跟你讲，大家都可以，因为它的面料是弹的，然后黑色就是比较偏性感，粉红色就是比较俏皮一点点，非常美。这个算比较辣，但是呢，大家应该都有买了上礼拜的罩衫，跟你讲那个罩衫什么都可以搭，不用太担心。好，白色呢非常非常的好搭哦，你只要搭牛仔裤、牛仔裙，任何的上衣都可以。然后提醒大家，这一款的白色它不会透，它不会透。这一款的白色它不会透，因为本身面料是有点厚度跟弹度的，所以这一款的白色大家不用担心会透。那你平常就拿一个牛仔裤搭，可能会比较显色好看一点。好，白色超美的，有没有看到我们 model 拍照？白色真的超正。